小心翼翼将木头收拾成合适的深度，仔细请教老人家每个细节。拉鲁瓦青年正在制作传统男子刀鞘乌夫夫，不管是技艺或是打猎，都能看到男性配刀。虽然这次所做的并不是最传统的样式，但耆老表示，从教导的过程中，先建立起拉鲁瓦青年对于文化认识比较重要。我们的那个刀的样子不是这样，这两天哦，就是让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族人的青年来练习。每个男生就成年了，就有要有刀了。以前的那个男生，对，所以就是算是一种男生的护身符。之前都没有学过这个活动，所以这次我想要来学一下这个，体验一下这个活动的感觉。用族语向长辈请教询问，不管是透过语言教学还是器具的制作，都是期望青年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将先人的智慧学进心中。我们透过文化的重新去学习，重新去把这些能力建立起来之外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当中让年轻人可以有一个使用语言的场域。即使是简单的器具制作，都是学习文化的重要时刻。耆老期待当青年完成刀鞘后，都能自信地将文化大方地展现。《人新闻》老报纸高雄桃园采访报道。